玩短期時間5:31，補課啱啱先補完課去測驗，即係今日即係話涼嘅，咁但係佢話唔係天文台就冇發出寒冷天氣警告，咁但我翻到之後都見到有好多人都著咗呢個街褸翻嚟，於是即係阿 Sir 見到即刻就登記啦，因為基本上佢話。即係講明嘅，如果寒冷天氣警告生效嗰陣時，學生先攞穿著街褸，即係黑色甚至布藍色啊。咁而家就冇基本上今日係冇掛呢個寒冷天氣警告嘅，所以話著咗翻嚟嗰啲全部都話有一個寬限期，今日可以著，只係記名啫。咁但係聽日著嘅話，即刻就記咩啦？唔知唔記咗。即係佢話今日，我唔知點解見到有好多同學著咗街褸翻嚟，咁我想問，而家寒冷天氣警告咩？都冇生效過。不過今次我俾個機會你，因為你都唔知咩年紀，所以你咧今日寬限期，你可以著住費事凍親。話即係我估，即係而家都比較涼，即係唔知道會唔會掛啲寒冷天氣警告。如果聽日真係可以掛，我可以著街褸翻去。即係今日呢個體育堂就跑呢個9分鐘內跑，就計咗自己跑幾多圈啦。9分鐘內跑，我今日中午嘅我就跑咗38個圈，已經係。打破了中四的紀錄，因為只有一中四是跑了34個圈，而我 中午的就是38個圈，即是進步了4個圈而已。因為其實跑都想暖下身而已，因為基本上 你如果涼的話，你流汗就比較少。上緊地堂的時候 Miss 就話：喂，知唔知啊？唔支持咪即係反對咯，一樣噶。咁但係我如果我個睇法基本上係唔同嘅，因為你唔支持，即係話街坊啊，即係佢話街坊唔支持呢個做法，同埋反對呢個做法，其實係兩個分別嘅。即係唔支持意思就係話只係建議你唔好咁做，而反對係直情就叫你唔好咁做，即係話。不支持的建議，反對的直情，是建議和直情這兩個字 是很大分別的，所以告訴你，反對和不支持是兩回事。你好像即民主派那樣，即又是以港獨，民主派的，甚至那些香港眾志都說我們是不支持港獨，而那班即叫保皇黨，他那班就說我哋係堅決反對港獨，我哋係零容忍港獨。佢話我哋堅決反對，即係保皇黨就話，而民主派香港眾志就話我哋唔支持港獨。咁基本上兩個好大分別嘅，甚至示威嗰啲都話我哋從來都唔支持港獨，同埋我哋從來都反對港獨，其實兩回事嘅。因為係睇你嗰個語氣咧，基本上你嗰個講法係完全唔一樣。不支持港獨，直情不建議你支持，而反對直情叫你不支持，就是這樣。真的很大分別。
呢個 FBQ， 即係佢今日就舉人都講座，即係我冇去聽，即係補課。因為佢星期日考，星期日十月十號，即係佢考察，咁我就唔知嘅，即係唔知佢講啲咩，所以我就問人嘅，首先都係，因為 FBQ 考試裏面會出。Mm-hmm.